大家好，这个影片是玲珑的 ACE 48C 的磨豆机。那我们来教大家如何来归零。那这个归零呢非常简单，打开粉槽，握住把柄跟机身，然后往顺时针转。那其实可以看到这边有刻度嘛，大中小的点点，那么归零的话就是往小的点点一直往顺时针的方向转到底，转到不能转为止，那这就归零了。那回弹过来的第一个就是算第一个，2345，那以此类推，这就是 ACE 48C 的归零方式。谢谢大家。